你看陈宝琛医生的确是一个传奇，我们非常的崇敬陈宝琛先生，让我们大家等于说开眼看世界，让世界更好的了解我们中国。一个院子五座楼围合起来，它不仅仅是我们自家的家风家训，更体现的是曾祖父陈宝琛为民为国的民族气节。所以我们说建筑啊是这个凝固的艺术，但是呢建筑更有可能是一个家族的精神所系。